市长要吃传统台湾小吃，是不是要到高雄来？不然要去哪里？那吃传统小吃，你不到高雄，你要去哪里？还有地方去吗？还有地方去吗？在这里吃吗？对啊，不然吃饱再走了。我是来吃的还是来做的？你是来做的。哦，我是来做的。你要做给你，你要做给你自己吃。看起来不会很难。哦，这个肉现在闻就香了。有香哦。哦，手转过来这一边。对，好，拿起的，然后慢慢把它吞下去。哦，哇！有市长有天分啦、啊、可以，我觉得你不错，明天可以上班了。大家哈，好，开始了哈。我们都挑当天比较新鲜，是整颗下去切成。条状，很好的。这市场吃大肠也是蛮有仪式感的。新创补助那个申请的时候不会很困难的哈。我觉得很简单哎。市场特别交代，谢谢市长，他叫我们不要找创业者的麻烦。真的，一切从简，很轻松，然后要让大家快速可以申请。我们那时候做一波就好，然后想就来。他那时候创业。其实我们的食材成本就蛮高的，因为阿妈说什么都要自己来，所以我们的人力啊，就像刚刚市长灌，你看这有一二三四四条大肠，就要灌很久了，因为知道他做法有多搞纲，所以不希望他被贴上那种秀哥短袜的标签。那时候决定要接家业之后，就希望可以用一个可以更贴近现代人的方式，去让更多人知道。哦，好吃好吃。对，今天可以。对上，拍一下这个大肠哦，不一样，大肠头。你加点香，泡面汤。哦，哎，我爱加当姜。因为用炸的，所以就是皮外皮会更酥更香。嗯。然后它加辣椒。糯米肠之王。哇！市长，你的作品。这一颗，然后这是局长，可爱，对，他是你的，这也要做安尼做吧。他妈妈讲你都做饱，那以后就这样。谢谢啦。啊。麦哥完食了。哦，那个好吃。阿妈，你来，咱最近啊，到高雄有迄条古来店米其林的餐厅。专门咧看讲，啥物人做了好食，歹食，拍一两千、两两千、三两千，咱这五千。哇！谢谢麦哥。哎，你这人最高几颗？三颗。两颗是我在的。好，过来过来过来。那我可以跟你一起拍吗？来。我昨天也在拍啊。市长喜欢的辣椒酱，这个寄一个去给总统，等你来哦，遥控赛。